上诉。有人要来上诉了。上诉可以，你为什么要带两个助手？真的哎。感觉想用人多势众的感觉、啊。有种自己来啊，带什么人？不要来一次来说，陈大姐好。你也知道我是臭死了，死辣椒。欢迎陈慧琳、林之佑、于浩两位同学。三位大姐。这个阵仗你看看多可怕，因为你看你有乔乔这么强力的助手，我一定要带两个。谁他都叫我助手，他叫我不要动，你助手，他做他自己做。可是你带两个人来真的有气势，一定要的，要带好姐妹来，因为姐妹也是很会做的，是吗？开玩笑，有多会做我们要让了解一下。那你会做的拿手菜讲两道听听看。干烧明虾，真的假的？是不是？这算大，而且还不止台菜会哦，我还有去上课学过国外的菜。哇！怎么不早讲？怎么不早讲？百菇浓汤，我的强项。找他比找红白荣好多了。你为什么要攻击别人呢？红白荣只会备料，明显他会很多。对啊，那搞不好会的比更资深的人气还多。嗯，林之佑是不是更资深的人气？开玩笑。老公老一点而已，为什么要这样呢？拿手菜听一下吗？他可以做十桌料理耶。我们有什么不拿手的菜？有，真的假的？流水席，我除了不会烧什么欢啊，不会烧什么鹿啊，不会烧一些野味之外，我应该还可以。我的天哪，他刚讲。除了不会烧欢跟鹿以外，三香酸山甲那个我没办法，那个野味你不行，对我比较不行。什么红烧飞鼠那你不会？那个我不会，红烧飞鼠有这道菜吗？只要是一般家里看得到的、碰得到的，你都会。对对对，我尽量可以把它变出一桌好吃的菜。哇，你看是不是？陈慧琳呢？这个在之前呢，她输了，她其实输的就是险输了。对啊，高票落选。她的表情啊，臭到一个我的妈！哪有很有风度？都不知道风度。真的有图有真相，没图看 VCR 来，真的假的？陈慧琳的连败 VCR， 请看。看到今天整个现场充斥了一片肃杀的气氛，就是不爽。这对妯娌呢，曾经让我们输得很难看，而且是4-1哦。这次不可能败了。为什么不可能？因为没有看到主持人拿手菜。就算赢了，你会很开心吗？对，都做那么多次了。家里有做过面疙瘩吗？没有，没有，都没有，真的没有哎。其实面疙瘩没有做过人来说是有点难度。有，所以刚刚你看到对方的那个人，跳得很快哦。对，百荣啊，维林啊，可以的话答应我一件事，尽量做菜面带笑容，你知道吗？因为我在拍啊，两个人这样，嚯，还有两分半，先这样站着啊。拿手菜第一阶段获胜的是1、2、3局牌。赢在哪里？难道就是只是拿手菜的关系吗？实在不是。哎，对，就是拿手菜。复仇的菜就是我们拿手的菜。是的。用我们拿手菜来复仇，再适合不过了。慢着，最新的，哎，又是他。他还敢再来？输了。人来就好了，那手下败将来干嘛呢？我妈控油温，控很准。这个颜色哈，一生的就不行了。有时候在炸东西的时候，如果觉得它有点温度有点过的时候，其实可以把放在旁边稍微等一下下。对，提醒的非常清楚。我没有提醒，我只是建议。胳膊往外弯。没有没有，我没有，我没有。准备1、2、3，进去摆。
其实陈哥做这个跟做大虾，他一向都很强项，十拿九稳。讲真话，谢谢。整个堆积起来的感觉跟吴老师这边的接近度是很高的。我觉得今天输呢，我觉得 OK， 不让我来录影哦。所以故意放书的，不是，我要跟你说，我说今天就输好了，我们都已经故意输成这样，一定要再发我们。上次跟百荣输，然后再把宝妈搬过来。我是一个单身的女人。他做菜是个有经验的，今天我们用他的，那我在我也有，因为是你这句话为了你写的嘛，所以但是你在拿什么菜？是。你拿手菜是一本食谱，哎，是一本菜单，你怎么知道你就拿哪样来？就挑两样啊，你挑了两样嘛，我们挑了大概好几，他感觉很有信心哎，他挑了，想说你一定也做得出来啦，不要给你太难看，真的，他认真挑过。哎呦，今天我们皮要绷紧，我很期待他的拿手菜啊，哎呀，今天的拿手指定菜，拿手菜他也有是什么呢？我比天师傅请看。他刚说的蚝油扒鸡翅，我记得干烧明虾好像你也很会做，哎，是哦，茄子我们干烧，茄子明虾，茄子跟干烧不一样，茄子不用技术了，长进去就好啦，严阵以待，准备各就各位。其实这是你开的，这不是我们一般干烧明虾的，是你开的，怎么会这样？他进我家里头拿手菜的食谱，对呀，私房。那我们就做我们大家吃聊聊天就对了。我们弄两根头卷。真的要这样吗？我们去人家做。OK 啊，如果你们现在就投降，锅子拿出来，我们就结束啊。也对哦。他只是讲话，你看。维林，我这么疼你，你是不是好好聊天吗？没有啊，就是因为我想说，怕你们等下输太难看。先用你的做法来讲，应该说名家在我知道的做法，好像有些东西是不在上面。这我们真的好，我们让阿基斯说一下他认为的重点，好不好？他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点，还是你要让维林来讲？对，好，这样子，阿基斯先说你再说你跟他不一样的地方，这样好不好？算了，饶你一马，我觉得让阿基斯来说。阿基斯，请。好，最主要我们顾名思义，干烧，任何调味料都不是重点，干烧是重点。所以一旦你把调味料你喜欢的，或者是今天维林的家常秘方的干烧的寿司，都可以接受。但是你把它干烧，烧入味，烧到位，应该也不会落差太大。那蚝油鸡翅的话，就是我的建议了，尾翅可以切割下来，拿来垫底排盘会比较好看。中节的部分如何把它烧入味，但是不要烧到皮开肉绽的。我就给你别扛嘞，别扛都拍垮。准备好了，来，八分钟计时开始。其实我觉得这两道对主持人来说并不难了。那对啊，可是它不常出现呐。可是你看的像干烧虾仁，干烧这个明虾你一定会做啊，就跟陈做的茄子明虾很像啊。他们今天三个人做两道，跟我们两个人做两道，你觉得呢？要不我叫阿基斯帮你们。好，阿基斯一个人做两道吧。哎呦，可是鸡翅我真的不太会。你不行，用剪刀剪哦，剪刀也可以。他在剪呢，再拿一把剪刀，再一把来。剪刀，好不好？拿出斗志，好不好？不要被他看衰，好不好？我们加油。来，同学。可以下去。我刚刚稍微用酱油。不要动它。好热哦。完了哦，它快要炸焦掉了啊！主持人对啊。主持人的炸功让全场欢呼，林之佑却不放在眼里。夏乔，你排的菜要排多久了？来宾带他们的私房菜来，我们主持人就没有那么嬉皮笑脸。不是，我们刚来已经听闻曾国城大哥跟巧巧小姐现在功力精进到我们大家都很害怕的地步，你知道吗？有到害怕吗？有，我们刚刚在后台，我们连水都不敢喝。我这样讲，只有姐什么场面你没见过？只是炸个虾，全场欢呼。他听说他功力已经进步很多了。
大字报上面写说三个人坐在很冷静啊，哦，其实是不互动吧。我们有讲话，我们只是轻声细语而已。工作，我们没有那么大声讲。你沾粉下去要炸明虾哦，那你现在这油这么脏，你要下去炸？不要不要不要，换油换油。哎，哦，会来不及吧？那个尽可能哦，这个得失心重没有关系，可是要知道在录节目要讲话哦，浩然。好，太糗了，好不好？我现在在用感情在，很有感情在对青菜。哦，他现在没有空跟你干球。我们看到眼泪都快流出来了，剪他。那个不是洋葱。快来不及了，等你们弄完，等你们弄完。今天这两道菜是维琳的拿手菜啊，是不是？自由姐，可是你做过吗？没有哎。那你有战前先做一些这个策略吗？没有呢。也没有。那你怎么帮他做？我们就看人家缺什么，我们要灵活啊。我要灵活。我们当人家副手，人家老板缺什么，我们就要帮他补什么。你老板都不讲话，维琳在笑哎。我们就忌讳。糗了，大家是开开心心的。好吗？浩然都哭了，你看。不要哭，不要哭，浩然你还好吗？没问题的。好了，加油啊！剩下五分钟。我跟你说，光是明虾他们炸就已经不太对了。真的假的？他低温油就放进去炸。啊，明虾不是他拿手菜吗？刚刚那么大的油，刚刚那么大的声音是什么声音？那是他去炸鸡翅，而且有点超回答。Yes， 那我不要炸，还好，还好他超回答。鸡翅煎的真好香吗？我想要稍微煎一下，就直接煨。煎就直接煨，煎也可以，煎很煎那个焦油出来就直接煨。哎，很好。我一卡骨溜啦。可以啦。我也觉得。我马上在修。小心捞，小心碎！来，赶快捞起来，赶快捞起来！来不及了，加油！加油！还有什么需要备料的？很多啊，葱，你都切好了。巧巧压力很大，是不是？没有啊。那今天蛋要用吗？蛋是谁？没有，我不用。那谁要用？也不见得一定要用。说明一下，要没有蛋吧？陷阱啊，陷阱啊！有陷阱吗？你如果不用送隔壁也没关系啊。终于解开了没有？解开了。啊！解了，解了，解了。水锅要不要拿走？要煎要不要赶快煎？水锅拿走，水锅拿走。快，水锅撑。快，锅子放上去，赶快加热。快点，快点！起来，来不及了。干煎，干煎。鸡先丢进，鸡先丢进去，丢了，丢了，丢了。摆好，摆好，摆整齐。然后小事也放进去，小事也放进去。现在油脂比较多。很好很好，夏霞，你排那菜要排多久了？夏霞来拼图啊！菜对切一半呐，啊？你也不用对切一半吗？就这样大坨坨的这样放上去哦。加油！加油 ！OK， 对切好，你这样还比较好看。我要去装水，你们也可以这样装一下好。而且是你有没有觉得这样子很好？就是来宾带他们的私房菜来，我们整个主持人就没有那么嬉皮笑脸哦，真的有不想输的压力啊。问题他们有害怕的感觉吗？有啊，很少看他们那么认真。真的吗？对，他刚刚边做菜边拳打脚踢的。可是只是炸个虾，全场欢呼。他听说不到功力已经进步很多了。没有，炸个虾就需要全场欢呼。鼓励一下嘛。不是，我们刚来已经听闻。曾国成大哥跟巧巧小姐现在功力精进到我们大家都很害怕的地步，你知道吗？有到害怕吗？有，我们刚刚在后台，我们连水都不敢喝。这样讲，自由姐什么场面你没见过？我们怕，肌肉憋，我们怕嘴巴不会讲得出他那个菜。没事没事没事，小时了了，大未必佳。啊，真的是这样吗？他其实说话了。
啊，你小高嘞啊！我后来一开始开场的时候，你说你去什么上什么料理班什么，那你从刚到现在就弄那一盘菜，摆盘更重要，阿基斯对不对？对对，说化妆化妆比主持还重要哎！哦，是这样子。对啊，时间剩下两分钟。今天好难主持哦，大家都不爱互动哦。好了，加油，加油，我们带回来啊。时间，太呛，时间剩下一分钟。放酱油，花椒，白痴啊你！外头的乱交。小鸡是放上面，放在哪？太咸了，糖糖糖。收到该，收到该。可以再加一点，可以再加一点，对吧？鸡翅放下面，因为蚝油很咸呐。然后量水下太大了，你的水下都稍微多了一点。对。因为鸡翅还没熟，倒数十秒，再收，再收，再收到底。太棒！表面今天这道他们家拿的菜，哇，细细上桌。先吃这个吧，这一道哈。蚝油鸡翅。来者是客，你决定先吃谁？先吃你们的好了。这好像是我第一次做吧？啊，真的吗？因为我们节目真的没有做过这个。可是鸡翅都很多小孩喜欢。哎，有熟哎，还好。好吧，没熟。你点不错啊，很香啊，有 Q 啦，不是有 Q 啦。嗯，还好有熟啊。陈慧琳的，来。我们是先炸，先炸再刷，对不对？嗯嗯。他们有个炸的那个香气，我们就好有层次，你觉得吗？好入香啊，好入味哦。灯光这边有人可以到，还是要这样了。就先吃你们的虾。好。这不就茄汁明虾吗？这个。我其实搞不太清楚，不能是完全，因为它有加了辣豆瓣嘛，所以不算完全的茄汁了。是好吃的虾料理。好吃哈。是好吃的虾。谢谢。那输了吗？不好说。先吃完我们的看看。可是你的弄为什么粉粉的？你的比较没那么茄汁。他就是说我好没有，不是很有韧性，而且它好多豆瓣酱的感觉，对不对？它好台式哦，太咸。嗯。两道菜，蚝油扒鸡翅、干烧明虾。获胜的是一、二、三局牌。终极指定菜难度高，就让詹姆斯悲从中来。终极指定菜，这个菜真的很难。来一道看，手煮黄鱼。这道菜你们如果做成功，又是另外一个里程碑了哦。就看着两位一天一天变强，然后再来就是把我们这些师傅干掉了。这是我们该离开的时候，有点感伤啊，其实。对啊，对啊。这演哪一出啊？戏很多哎，有没有吃过松鼠黄鱼？没有，黄鱼就黄鱼，他干嘛今天演松鼠？没有，妈妈会在家里好好意思，你把它搞成松鼠，好不好？真的很难教小孩哎。有史以来最难的指定菜，会再让两边有什么更爆笑的发展？来，精彩内容错过不保证，可惜。蚝油扒鸡翅、干烧明虾，获胜的是一、二、三局牌。其实会输这道还不是最大败笔，是这个。因为你的虾子下去炸的时候，首先你不需要裹粉。你果粉下去炸过之后，它的粉会把它甲壳素的那个香味给盖掉，这个可惜，这是第一个。再来第二个就是你下去炸的时候，你油一定要高，一定要190以上。你可以很明显的看到这边的虾，它整个都开了，这边是开，这边是开着的，可是这边是完全闭起来。你闭起来怎么会有味道进去？我们比较害羞，对，我们比较内向，所以我们这个虾
子内个性比较内向。虽然我必须讲说调味上面来说的话，是这边的调味比明显的胜过这边调味的部分，但是在食材上面的控制的话，这边是比较好的。阿律师，请总结。好，其实以我们专业的一个流通性来讲啊，做个建议参考就好。这边比较符合蚝油的口感，它没有高温油去炸，所以皮你们在吃的时候有点感觉滚溜滚溜，有没有？对，嘴巴很黏。你这边高温油去炸了以后，肉是比较柴了一点。虽然有一点油香味上来，这个是没有错的，但是真正有蚝油鸡翅跟红烧鸡翅在比对的时候，蚝油鸡翅我还是建议这样子的煎香去直接烧，类似三杯鸡的那种口感呢，吃完了以后皮肉很骨溜了，口感会比这个来得讨喜一点。那第二点呢，刚刚就詹姆斯老师已经讲了，这个虾子的下锅油温不够高，虾颈这边呢，加这个部分的这一块的肉呢，昏混。不要高兴那么早，不是还有一道？他们两个这么开心，我只是想说，江湖上真的说的对，我们俩好强哦。真的，2-0再次领先。真的。接下来是一个终极指定菜，这个菜真的很难。哪一道请看？很难。松鼠黄鱼酱包公。哇，准备，各就各位。稍微要说清楚一点。好的，因为我们也没做过。好，来请。好，首先第一点呢，松鼠黄鱼它的这个调味料 sauce 出来了，跟刚刚的大虾味道很接近。你说它糖醋也不完全是糖醋，就是带有微酸甜。那这个 sauce 的味道呢，各有各的一个客观性呢，不必太在意。在意的是松鼠如何成型，黄鱼头呢先切割下来，但是劈开。不要切裂成两半，劈开以后你沾粉去炸的话，它就类似于一个松鼠头这样子摆盘，它就定型了。鱼类的鱼肉的部分呢，从背鳍两侧切开，然后呢先顺纹拉斜刀薄片，再直纹拉线刀，那么鱼肉就变成真正一次一次的。鱼骨要剃掉，对不对？要剃掉，鱼骨不放进来，直接鱼肉去沾粉去炸。记住，拜托，油温一定要高，你不高的话，鱼肉它不翻身了就不挺，哎，冒毛你知不？那你说如果把寿司淋上来，只是一般的糖醋鱼，可能松鼠的精彩度呢，展现不出来就输了。哥，你刚那个刀说从它的鱼背上切开来。不错，好了，准备好了没？好，就这样。来，主持人。听不懂，交给你了。计时开始。我张伟已经胸有成竹的样子。我觉得没有。我已经在死穴啊。哎呦，石榴姐好溜的哎。哦，哎，你出去就凶的呢。有点压压压。哎，很好哎，非常好。哇，不错嘞，不错嘞。嘴巴跑出来了。一共鱼背啊，另外鱼后面的。啊，对对对对对。没关系，不要啊！谁要谁要做法啊？谁啊？我要注意一件事情，维林已经不动手了。没有，我在指导，我没有开玩笑。没有，因为只有两个。维林大师，维林大师，这样够了吗？维林大师，盖稿。这个椅子，来，我们来看一下陈那边。去骨哦！哇，你的呼吸声好大哦！你真的很紧张哎，你。很好，非常漂亮。接下来就是重点了，对，切到皮哦，哎，不要断就好，不要断哦，断就毁了，可以了，可以的啦，出来，很不错，给掰，刀子再沾一点水，不会粘肉，你好拉，刀子再沾水，时间也要掌控哦，加油啦，陈哥，把这鱼片好就赢一半了啊，来，两位，哦，走来了，加油，加油嘞。好，其实你觉得目前哪边做的比较好啊？不好说呢，还是五五波就对了。对，不好说，真的不好说。这没错啊，有没有吃过松鼠黄？加油！啊，我们都吃过干煎黄鱼吧？没有吃过松鼠黄？没有，没有。妈妈会在家里好好一直把它搞成松鼠，好不好？这很难教小孩耶。
黄鱼就黄鱼，他干嘛今天演松鼠？时间剩下四分钟。现在我在刷新啊，开胸部他们有压力哦。好，是时候了，该到了。你们慢慢来，慢慢来。所以偶尔去主持那种骰盅的节目也是有帮助的。快点啦，放均匀就好，头也要裹粉哦。这道菜你们如果做成功，又是另外一个里程碑了哦。就看着两位一天一天变强，然后再来就是把我们这些师傅干掉了，这就是我们该离开的时候，有点感伤啊，技师。对啊，对啊，对啊，没错。我们自己要走出一下，真的真的，戏很多哎，你们。来了啊，重点来喽，松，还是松鼠还是老鼠？这个准备好，这个准备好，盘子拿开，边领。啃的男呐，卖啃的啦男呐，听下无咧？啊，是你哦，啃的，对，放下去，你给我定型，对，不要放下去啦，零啦，对啦，角度零上去就开了啦。什么时候啊？吵到你开心的时候啊！放水啊，水仓库啊！你在我这样调，我这样我这边调好了、啊。这对面已经做好了，来，两位师傅，我们这边。拿起来喽！哦，像飞鼠。你们应该没有看过松鼠，对不对？松鼠的头应该不是这样，松鼠头是往下的，不是往上翘的。是吗？我刚刚说立起来是这样，没错吧？哎，对不对？对嘛？骄傲的时候。思考的往上走，求偶的时候，求偶的时候，有气势嘛？垂头丧气怎么会赢呢？哎呀，想要赢不能只靠气势，松鼠黄鱼的刀工该如何呈现，炸工又该怎么拿捏，就让阿基师告诉你。现在我们切那个肉针刺状的一片一片来啊，首先来刀子沾了一个有咸味的这个盐水呢，刀子一进来的时候它肉就沾了一点点的盐嘛，起码变蓝毛咸咸皮毛白咸咸啊，这个皮肤太棒，太厉害了，它已经一条一条啦，它刺味哦，真的，你看现在就很美了。你吃过卖无油不？好好吃啊！这也太松了吧，完全超酥的。松鼠黄鱼的绝佳口感，还有什么不能错过的配方？广告之后，阿基师不藏私大公开。是这样没错吧？对不对？对嘛？骄傲的时候啊！骄傲思考的。隔壁去啊！哇！哦 ，OK。哎，你的片翻的很漂亮。哎，你的鱼怎么不松鼠啊？是我做，我尽力了，我尽力了。嗯。怎么跟阿基是不一样？因为不够细，对，它要很细，才像刺猬一样。等一下会示范一下。时间剩下三十秒，我觉得，我觉得熟了，熟了，我觉得觉得熟了，熟了。先把鱼放鱼头，鱼头两边都不是很标准，但是看味道了。哎，奇怪，这个有两位，哇，就是长不一样。又是一个抬头松鼠吗？对啊。它尾巴呢？尾巴在身上。哎，要不要把尾巴放在它嘴里啊？那人家是黏着的。它其实有时候会把它放在嘴里。它的鱼好可怕。倒数十秒。哎呦，这吓吓死我。我的鱼好奇怪。辛苦了这个菜，阿基师会做五星级的事，不行，阿基师要做六星级的事。阿基师，有请。好，阿基师为我们示范最精彩的做法，来请。好，我先把寿司调出来啊，醋，选一下，醋一，一，水，三吗？二，二，多了糖一，你糖弄多少？就这样做。跟我们放一点点，糖多少，醋就多少，就差不多这样。一，你看。一点点的勾芡的面粉，让它先进来。好，那接着呢，我这边还有剩下一些水啊。嗯。这个盐巴啊。嗯。你要干嘛？用盐水干嘛？黄鱼吗？嗯。它肉比较紧，对不对？哦。哦，加香油吗？香油。
我们这个菜把它学起来，可以在家炫技用。真的。对。那刚刚两边呢？可能是由于经验上面的关系了，千万留意一件事，不是说准备多少料，你全部都要用完。你的佐料过多，你的寿司少，就显得好像很干，又想要煮稠一点，又煮不出来，其实大可不必了。我们怕浪费。那是。对啊，我们酱超多的。也不用了。酱跟料的比例之间呢，能够有一个和谐性就好了。对呀，你看，蒜条的酱量大概三天份的吧。而且你看，鸡翅这样切，番茄都不会出汁。它的刀工是巧而准，如果你硬压它，番茄本来就会烂掉。对。这切丁也是这样切啊。对啊，先不要切断。贤明的家庭主妇一定要会的。我们都边切边骂，说很快就切好了。我们刚才聊说下次要发我们的小孩，然后这个蒜末了一点点就好啊，不必太多。那我看你们不管三七二十一，全部都卯着就全下了。对啊，其实也大可不必了啊，不必。香菇也是切丁，对吗？切丁是没错，超小的。对啊，对。全部都长得个头是一样的，比较容易出味啊。而且是用剁，所以呢都要切的比那个甜豆仁要小，对，而不是比甜豆仁大，知道吧？我刚切太大了。因为你切小丁的话，煮的时候它跟 sauce 结合会比较绵密，那你跟主题食材黄鱼在一起的时候呢，就不会显得好像很突兀。因为刚才你原始设定本来在讨论的时候，你就说要切的比甜豆仁大了，它比较小。这个地方呢，刀子稍微拉斜，你弄滴滴对不？对，其实没滴滴啦。你在掐掐吗？掐掐，让它这样。掐掐也底座它多了。啊，你就好啊，哦。然后掐起来，对，然后接着下来了。刀子沾了一个有香味、有咸味的这个盐水了，你落刀的时候。哦，啊，那是刀子去沾哦。啊，你叫做咸咸啊。哦，你的咸味就上来。阿西，你是这沙西米的啊？你加的问啊？你无什么问题，四十分钟内底拢未出代志。你那去那古去的可精彩了，我那个古去。对啊，我们都不敢切那么深呢。天哪，这谁会？哦，你留住。好厉害！好厉害！后来，那现在我们切那个肉针刺状的，一片一片来啊，一片一片来。首先来沾个油水以后呢。要切细一点。哇，我不加油啊！这也太细了吧？对啊。那么我这个有咸味，这个刀子一进来的时候，它肉就沾了一点点的盐嘛。哎呦！啊，光。起码变狼肉咸咸，鱼肉嘛咸咸啊。好特别哦！啊，不太好吃。而且你看阿七是在吃，好像有运动的感觉。阿七，你准备那一碗是专门来用刀子切？对对，没错。然后下来以后，这边呢再拉细。神奇！为什么看你切好像很简单呢？就是啊，我们刚刚切好，怕它切断。水跟油很滑。哦。我把别去两刀啊吼，然后再来加。水跟油。我觉得这个撇步太棒。太厉害了，太神奇了！我们绝对买一条鳕鱼来切。不能进。鳕鱼不能太大只，鳕鱼不好切哦。你看注意看哦。嗯。你起码再来这一记得把椒油啊。而且它又有水在，对对对，把它裹起。对，而且它其实在蒸的时候就已经把它卷起来。报告阿姨，是油温到了。哇，它已经一条条啦，它刺猬哦，真的。然后你看，把它拉成那个龟样子，它把它捞回来。鸭子哦，这要练铁叉掌才行。这个真的好酷哦，不行。妈妈做不到，我们的手太细嫩了。对，真的。啊，其实还塑形哎。对。是这样。哦。它等下就尾巴翘翘的。好，那这个头的部分呢？这边沾一下就 OK 了啊。它的整个鱼肉鱼身膨胀起来，就好像是一只。哎呀，你看，现在就很美了。它
不用炒到香味完全出来吗？不用不用，等一下多滚个两下子，它的那个茄红的油色它会出来。那现在整个吸熟度稳定了以后，滴几滴的酱油。为什么要等吸熟度稳定了以后？因为你这个时候下的酱油进来以后呢，色泽在抓的时候会比较精准。哦，难怪它连连有道理。刚刚我们盐先是我们的，不错啦，也有香啊，只是没有酥而已。我觉得你们家酱油不错吃哎，说实在话，很酥啊，也不赖。试一下我们对面的那个复仇三剑客的，来，哇，好吃，飞鼠脆鱼，哇，比洋芋片还脆，这也太脆了，都找不到肉了，对啊。究竟陈慧琳领军的复仇三剑客能顺利逆转局势，上诉成功吗？意想不到的精彩内容，我们马上揭晓。它的整个鱼肉鱼身膨胀起来，就好像是一只，哎呀，你看现在就很美了。还要再抢输一次。哦，要炸两次哦，炸两次。炒到香味完全出来吗？不用不用不用，这么快？不用啊，不用，现在就让它去滚吧，不要理它。那需要放一点酱油吗？可以，但是不是现在哦。我们眼睛要盯住它，等一下多滚个两下子的时候，它的那个茄红的油色它会出来，你再滴两滴进去提味就可以了。哦，还要再三锅一次，回回去。哇，水分真的会跑哎，我们做这个节目呢，刚刚其实学的最多的大概就是油炸，我们对油炸这个事情搞懂了以后啊，用油就变得比较有点学问，有点技巧，哦，用油学问好大哦，而且就是每次那种油都是，因为我以前也会长痘痘，我也不敢吃油。对啊，其实炸的东西十个有十一个都不带油，就没有。好，那现在整个吸熟度稳定了以后，滴几滴的酱油，这个时候是提味的。为什么要等吸熟度稳定了以后？因为你这个时候下的酱油进来以后呢，色泽在抓的时候会比较精准。太难，难怪它连有道理，漂亮，太难。我们先放台黑了，顺序。好了。我们可以回家再做一遍，那是不是像石门漂亮，回家再好好练习，很漂亮，真的超美，该处理它了，输了，油逼完了，你们那边也知道说这个酱汁不要往鱼肉上面淋，太厉害了，很多人都不知道啊，阿基有讲啊，我有靠人指点，阿基是很聪明，就是他话有讲完，没有一个人在那AA半天不讲，其实我没有听到，帮我拔一下，你今天要放哪边吗？哇，酷哦，哎，早知道我们刚才没想这样撑起来，其实可以这样摆，这样撑起来的话，它能碰到酱汁的面积更小，对啊，对，对不对？你酥的口感就越持久，不会软掉，而且酥香味还会更好，更到位。所以如果说这占面积太大的话，酥的感觉就很明显，对对对，好不吉利啊，酥的感觉就酥香的酥，酥赢的酥。我们先大吉士的摆，好香啊，哇，好香。这也太酥了吧，而且完美超酥的，完全没有那个鱼的那个讨厌的鱼腥味，因为我好怕鱼腥味，因为我不吃鱼的，我也好怕鱼腥味。这家快卖无油不？没，更甜酸甜酸的，这样真的就好，就开胃。刚刚我们盐先是我们的，你错了，也有香啊，只是没有酥而已。也不赖，可是我觉得你们家酱汁不错吃哎，说实在话，很酥啊。我们的卖相没有很好，还不错。我们有信心，他只是去做了18回而已。对，我们不是瘦身，他只是去瘦身而已，化石。真的好瘦，真的好瘦，吃一下我们对面的那个复仇三剑客的他们的，来，复仇三剑客，哇，好吃，飞鼠脆鱼，哇哇，那比洋芋片还脆。
这也太醉了，都找不到肉了。对啊，都找不到肉。哎，肉在哪里呀？可是你也没有办法把鱼炸成这样嘛，对不对？你没有听过鱼酥吗？好酥哦！都特别要去吃那鱼酥。对对对，我们准备举牌。这道松鼠黄鱼获胜的是一三不必成结束。那两遍一样，都是时间就把它做好，放在那边等阿基师示范完之后，你们今天的速度是非常的一个酥脆，整个香味会带出来。虽然整个酱汁比较干柴，可是这个酱汁的部分，你的蔬菜都有吸满了这个汤汁，所以反而在吃的时候觉得，哎，我吃到很天然的一个番茄，很天然的这个洋葱的部分，或者是那个香菇的部分，那其实是舒服的。那这里的部分致命上，我觉得。蛮不舒服的，把香就是香油，把鱼的香味，把酱汁的香味都盖过了，所以我分数就投给这里。真令人非常的感伤。怎么会这样？詹姆斯，你说说看呢？我是有三点呐、啊。第一，就刚刚吴师傅所讲的，你既然是这样子的呈现，你香油不能放过多。你一多，你那个酱汁的部分完全就走样了。那另外一个就是鱼的部分，你们并没有炸到酥，其实是里面还是软的，其实就像煎一样，你根本不需要做炸。你看它其实在吃的时候，你可以吃到像薯条的脆度，你们这边并没有。那不否认是这边有点炸过头了，但是它最起码酥的这个，我吃的是这边这一块。哦，可能是我运气比较好，我吃的这一块，这块吃我不没有让我酥到觉得不舒服。啊，就是，其实这个鱼酥它并没有酥。如果说真的要讲酥，我倒建议，我刚刚一直在强调，这边佐料的部分过多，水分的部分过少，所以如果说你佐料跟水分在像我这么样大的一个浓度上来的话，就不会感觉很突兀。那你说酥确实很酥，套一句巧巧讲的 ，gala potato 啊呢，可是嘴巴是舒服的。那这边可惜的就是，介于酥跟没酥之间呢、啊，就是感觉上好像应该要到位的口感没有到位，这边稍微可惜了，我们没有串通，也不是同情。好感动，真的，真的，恭喜逆转胜。非常的感动，你看，谁说逆转的事情不会发生，对不对？真的耶！好了，人在逆境中就能够感觉到成长的这种喜悦，好不好？我相信刚才呢，整个哀鸿遍野的，突然间发现了一盏明灯啊！啊，我相信你们应该很高兴，得奖感言，逆转胜的感言，请出来。我觉得真的非常的谢谢三位厨师，还有证明我的选择是对的。我相信呢，让人家意外的其实不止你们三个啊，我们两个也很意外。这个意外呢，我们大家可以回去呢，慢慢的重新思考一下。做菜是一个永无止境的路，好不好？大家继续学习，以菜会友，好不好？OK， 开心了没有？开心。喜欢做菜的朋友，今天都是我们国安，拜拜。松鼠，回家见。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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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我的亲戚盖厉害料理赛，于小平就发太能盖，却让程程很疑惑。黄雨欣阿姨有一套，任何菜色都难不倒。听过吃过料理就会做。我每次问他要煮什么东西，他都说啊，嘿，真简单啦，阿门姐都会晓啦。内场外场收银一手包，既然内场外场收银一手包，为什么不愿意多花2万块请一个会计？好，中午拿两道。过敏的时候请这道鱼香茄子青椒牛肉。要刨这个吗？我刨好已经3分钟了，怎么办？你不要慌乱，你常常在原地刨2刀，你在那边一刀到底就好。对，对啊，就来，对啊，大家来的，你开始进入状况了，舅妈。一个切姜的朋友可以切的再利落利落一点，可以吗？吓死我！油锅撤掉，再掉油锅的。对，我们青椒也青椒不用炸。哦，青椒不用炸的。哦。我炸！你们是不是现学现卖？菜名叫什么？蚝油蔬菜碗。师傅说有放4样东西在绞肉。三。还有什么？蚝油。
什么？合唱团粉都是最后下的，最后下粉都是最后下的，谢谢。陈哥真的改好多，以前要红杜拉斯在的话就扒下去。告诉你，最后下。